家暴下的坚强女孩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纵容爸爸长期家暴全家人？他们会纵容他，我不懂为什么。我也不想说让我的孩子说没有一个完成的家。捍卫坚强的母亲，你是不是曾拿刀威胁要杀了爸爸？刀拿下来放到他脖子上，那你信不信我会花下去？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，请锁定《真实谎言》。